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到我的 channel。 我呢今天跟大家上的课呢是我出的书，也就是这一本，所以这一本呢是第二本，现在我在讨论的也是这一本。那如果你有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话，你会看到这一本，这是第一本，里面有38课，里面的每一题跟每一面我都 upload 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用三种语文。但是这个第二本呢，本来只是用马来文，但是因为有很多我的 subscribers， 我的这些订阅者，这些观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人都有不停的要求我把这一本 book 度啊，这一本 book 度呢也是一样用英文和华语，就是喜欢华语的人就叫我用华语，喜欢英文的人就叫我用英文，所以我说 OK。 所以现在呢我就用三种语文，但是当我决定用华语跟英文的时候我都已经上了12课 12 lessons马来文，所以现在我追回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天Lesson 5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Part 1， 因为它的 exercise 会比较多一点，不够威胁，也就算是够威胁的话呢，也会拖很，好像讲到很长很长这样子，我觉得不大理想，就说讲到刚刚好就好，太长的话有时候听者啊观众会觉得很辛苦这样子，很难集中精神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分为两个 video， part 1 part 2。 所以我的名字李博士 Dr. Lee， 我来自北马大三角，我现在在南马基隆，基隆是在Johor州佛州，所以现在是在这个Johor。 And 我现在是用华语来解释我这个第五课。所以第五课呢是 Singular and Plural Nouns。 Singular 就是一个， Plural 就是超过一个，所以 Singular 是一个， Plural 是两个以上到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如果只是一个呢，我们的语法名字呢是 singular noun， 那如果很多很多就叫 plural nouns， plural 就是多。 So 如果你有这本书，如果你有这本书，那你可以打开 page 10 第十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exercise。 那如果你没有这本书也是 OK， 你可以看这里。So 大家来看看一下 Exercise 1， 它的练习就是把 singular 给它变成 plural， 从一个变多个。 So 如果一个山 hill 多的话呢，加一个 s hills， 多半呢基本上有两个 l 的字，你看得到呢，我们只是加一个 s。 英文呢有很多方面呢是没有 100% 的，一些而已，所以我就会时常讲基本上或者大致上是这样如果是 100% 我就肯定会讲100% 是这样，如果我没有讲 100% 的话，那有时候会有一些变动。 dishes dish 是碗碟，一个是一个 dish， 多是 dishes。基本上 SH 呢，我们后面加 ES 它就变多了。 Dish 也可能是讲菜肴，所以一个菜肴 A dish， 很多菜肴 Many dishes， 所以它可能是碗碟，它也可能是菜肴。 Brush brushes 刷子，所以牙刷叫做 toothbrush， 所以 brush 一个，如果 brushes 就是多个。Match matches 一样 CH 基本上加 ES， OK。
match 你知道吗？火柴，点火的火柴。match 也是比赛 ，football match。OK， shoe shoes 一样哦，基本上后面有一，你加一个 s， 就好像物质马，我们骑马的那个马 ，horse house 也是一样加 s， 它本来就有一了。我们发音的时候，它就变成两音 matches。OK， shoe shoes 后面有一加 s， farm farms 农场加 s， m 加 s。Glass glasses， 如果后面有一个 s， 啊有两个 s， 你就加 es。那如果它有一个 s 的话，我现在想不到，你也是一样加一个啊。如果它一个 s 的话，我现在想不到，我先讲两个 s。两个 s 的话呢，后面基本上加 es。所以一个班上 a class 很多班上 many classes。Negro negroes o 加 es。Negro 是非洲的人啊，非洲的人啊，我们叫他 Negro 男的啊，女的叫做 Negress， 有些人读 Negress 都是 OK 的，他还是后面有 S 的 Negress 啊 Negress， 我都会读 Negress， 就是女性的啊，非洲人，他就本来就有 S 在后面。好，我们还是要加 ES， 那如果 Negro 你就加 ES。Judge judges， 刚才我有说 ch 的话呢加 es 啊，教堂 ，OK 啊，基督教堂。Tax taxes， 如果它有 x 的话，好像是箱子 box 也是一样加 es。基本上 tax 你知道吗？road tax 啊 ，income tax 啊，那种 tax 啊，税啊。Glass glasses， 如果两个 s 一样，基本上我们加 es， 玻璃杯。Glasses 也是眼镜。当然这个一个 glass 不是眼镜，眼镜它一定有 ES， 因为两个眼睛嘛，两个眼睛要戴两个片，两个圆圆的东西就是 glasses。 Echo echoes O 的在后面，基本上我们加 ES。 这个字它的发音啊，发音是 echo echo echoes， echo 是回音，好像你在山洞里面你喊啊，你会听到啊啊啊啊啊，那个叫做 echo， 一个 echoes 多个。这里 exercise 2就是把这个划线的字呢 singular 就是代表一个呢，你改它为超过一个，所以我后面的你这那个二呢要改去后面这个字，然后这个 watch 的就会变 watches。 So Dima has a watch，Dima 有一个手表 ，Dima has three watches。所以像刚才我讲，基本上啊，如果后面有 ch 的话呢，我们就加 es 代表多。Mother builds a potato。像我刚才讲，基本上后面有 a， 基本上不是全部啊。如果有 o， 你就加 es， 就好像这个 echoes， 好像这个 negroes， 不过不是全部。Hamid carries a box， 后面有一个 x， 基本上加 es， 好像这个 text 还有 box。 Hamid carries two boxes。 Mayling has a piano， Mayling has two pianos， piano 钢琴。钢琴呢，大家要记得，虽然它的后面有 o， 但是我们不可以加 es， 我们只是加一个 s， 所以我刚才就讲基本上。Okay, the hunter caught a tiger. The hunter caught three tigers. 老虎啊，后面 r 加 s 啊，都是这样子的。The shopkeeper sold a radio. Radio 后面是 o， 但是多的时候加 s， 不是加 es， 大家记得。所以加大家记得 piano 跟 radio 啊，钢琴和啊收音机加 s 不能够加 es。A hero saved the villagers. 这个是 o， 但是加 es， 英雄。Two heroes save the villagers， 如果多的话就加 es。 Ida plays with a doll， 基本上后面有两个 l， 好像刚才这个后面有两个 l 的话呢，那我们就加 s 而已了。 Doll 是娃娃，如果多 dolls。 OK， 所以这个是、part 1， 我下一个 video 呢就 part 2， 同一课，因为我不想拉到二三十分钟这样，
听的人看的人也会觉得很辛苦，那就不大理想，刚刚好就好。 OK， so 这两本书我还有存货，如果你要买的话请你 WhatsApp 给我， WhatsApp 给我， OK， 你可以跟我订，我还有 book one book two。 然后呢，如果你要学讲英文，你可以到我的 TikTok 去看，这个 TikTok 我教讲英文，然后我会给你那个讲跟写的那个区别，它的不同的地方。 And 这个呢2023年呢我有新的课程，如果有兴趣参加这个课程，现在已经有五个人报名了，那你也是一样 WhatsApp 跟我报名。OK， so 我的课到这里为止，希望你喜欢我的 course， 我这个课程。 And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你给我一个 like share 还有 subscribe。 OK， 谢谢大家。